我们十二月份可能会去澳门呢，因为台湾大哥大那边说那个澳门什么赌场公开赛会有那个名额，到时候比赛输了去赌别的，比赛赌狗赌不过去赌场再赌。不过澳门的赌场不好赢啊，我之前有去过一下下，就感觉风水有点不太对劲，很奇怪。哪需要你们带啊，我澳门很多朋友，我很多朋友住澳门的，想玩什么跟他们说就对了。50啊，帅，这把感觉有点像那个。你好像没有变，讨厌是下雨天。耗在龙牙，不想浪费掉啊！哎呦，感觉这样做破防太快了。不做，还能赢。晚上好 ，JJ。如果战前有热修，哪里可以看？你试一下在聊天室打那个惊叹号热修，看有没有网站跳出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晚点再补上去吧。耶、yeah!！你把三家保护转要怎么玩？还好吧，保护转没有到那么夸张。两星星朵拉，你是大哥，你是我的大哥。
奥格辛朵拉怎么打？有够无脑！对付魔法只能用他们的魔法去对付他，你打不过就请你加入他。真的，你们不要再抱怨辛朵拉了，抱我吧。这个刷新积分版连败六等敌辛朵拉，这个也是辛朵拉，这个也是辛朵拉，你也是，纳尼？你也是？这个是想要玩辛朵拉的，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雷兹。五加辛朵拉，我丢你啊！咩流啊？你们在干嘛？五加辛朵拉有点夸张了呀！五加是真的有点夸张了呀！五加，你说两三加都算了，五加会不会有一天八加？刚好八加二杠一都掉辛朵拉，八加都直接冲。这个假人完了，别人打他。传送门，传送门，干一下我的假人吧，传送门。应该要一左一右比较好，哎，百位错了，应该要一边左一边右，就假装自己有两个权贵之甲，下次知道怎么摆了，没事，亏两块。啊，我的狗格魔呢？没事啊，这把很多辛朵拉会帮我绿牌啊。我们脸没有太黑的话，还是 OK 的。我顺便有把那些辛朵拉节奏断一下。做了，小尼要了，才五张哦，好少哦。我不是独家吗？呵呵。我不是独家吗？呵呵。感觉不能单顶，现在单顶有点难，坦装不是很够。
七人在慢低吧，其实也行吧。那数量确实有点少，感觉上期在低吧，可能是转金克斯了等等，可能是转金克斯了。断连胜是一定的，不可能大连胜，这版本每一家都在，每一家都低干了，你很难大连胜，不要想要大连胜了。走吧走吧，上去选完秀上七，找个糖。对啊，这纸箭一定死啊，这个一定死啊，这个也死啊，全死啊，下面的火甲的材料，拿个手指甲吧。妈妈妈妈妈妈耶，一星朵拉赢我无保护。真假啦，干没提升了耶，全三了，等死了。干我他妈的这样，我差点打出一星星朵拉，太装备一坨，这还一坨啊。我这装备还能一坨吗？还行吧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也不能把把强求完美装备的呀。打出运营，这把就是减分局。星朵拉已经死两家了，这一家第三家准备死了，第四家也准备死了。这把应该可以吃个老三，老三老二吧。这手他妈的 A 的飞快，这手我还有什么提升呢？感觉没提升，要不低三星锦客是算了吧。我上班能干嘛？能放啥？放他，
放个前排，放个堡垒，塔里克。哪个比较强？马辛朵啦。感谢迅坛，谢谢67，感谢你的订阅。我想开坦装啊，没有坦装。哇，我不会没分吧？我不会没分吧？我操，傻小啦，这阵容在干嘛？我这种东西都能赢我？不是我这个质量都要输胜的，没到我4-2，我4-3星，输给两星星朵啦。两星星斗了能打赢我全部三星的阵容，我干嘛还要玩其他阵容啊？我就把进来就点开这个就好啦，我不把点开这个就好啦。我就要打星朵啦！哦，不对，我打打手，星朵打，哦，他们会总有一死，好好好，他们总有一死，可以，被迫吃烂分。能打赢他，我就吃了。打分身，他能不能死啊？两鱼我就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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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我又要吃星朵拉的老二，圣光道具，拜托，什么啊？金巨鲨好，鬼灭之刃，杀鬼队来了，鬼杀队。全套也给了，最强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要进去！哇，他好奶猴啊！进不去，进去，我进去了。啊，真的很白痴，这游戏真的很白痴哎！干，这么好多星斗啦。